没有绝对的，真的。科尔特小怪 ，A 点空兄弟 ，A 点空来，大家平台一个 ，B 吗？就在这。扳机掉了，把下面。触发了残局 buff。鼠标 DPI 是400，鼠标 DPI 是400，抽我的1050钛，那个鼠标不会，那个电脑不会抽，可以把现在用的这个电脑给你们抽了，好不好？那个老电脑里面有很多东西，比方说都在里面的，那个不能抽。我现在这个电脑很干净，可以给你。B 仓 B 仓。哈哈，小姐姐玩开心了吗？今天？玩开心就行啊。开包了，开包了。哎呦，好好玩可能是最后一天了，他威胁我，他威胁我。就是你打人你就会快乐，是这意思吧？如果你打不到人你就不会快乐，你就会很紧张，有没有？我之前跟林哥玩也是这样，第一次跟林哥玩，哎呦我老慌了，然后后面习惯了，后面玩习惯了，他叫我弟弟，我叫他哥哥，那突然一下就有状态了。啊，这是个闪吗 ？A 狗狙，操了，上学没闪。A 狗有狙 ，two tap， 跳点，下包嘞。啊，刀我队友。快乐不取决于胜负，你想看我输，我知道。你想看猪猪气气是吧？小苏姐姐爱看啊，喜欢看猪猪气气。那我的那个视频，就是他们都是喜欢看冤种队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我平时说话很有素质，对吧？普通话也比相对说主播来说比较标准，对吧？我性格算比较好吧，是吧？但是他们很喜欢看我破防，是我冤种队友一般就是骂人的啊，真开呀，哥们儿。没有一个不是打头的，他恐吓我，首先跟他磕秒，第一局那队友，不，他是真笨啊，那不能怪我吧？真笨啊，那是真笨。